教练，我想瘦肚子，仰卧起坐可以吗？不可以哦，仰卧起坐是我们的腹部力量训练，根本达不到直接减肚子的效果。想要快速瘦肚子，跟我学这套世界公认的 HIIT 训练，每天坚持15分钟，还你平坦小腹。先做30次提膝积攒，整体减少腹部脂肪堆积，然后做30次单侧提膝，消除腰侧赘肉，接着做30次抬腿提膝，摆脱小肚子，收紧腹部线条。最后做30秒开合跳，能帮你持续燃烧身体脂肪。4个动作为一组，每天做5组，帮你甩掉大肚腩。